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的引导甲带领，让我今日通来到伫凤山教会，甲所有兄弟姊妹，伫主日的敬拜中间，通过主的话语，咱三同四方，三同来敬拜咱的主。就大声，我嘛要代表民族教会，来向咱凤山教会来致谢。因为民族教会伫这几年的中间，有做儿童的宣教的事工，伫教会隔壁有信义国校，这信义国校啊有差不多过六百个囡仔，伫细囝的中间啊有来接受这个彩虹生命教育，所以咱教会罗德哲卢振哲长老，甲伊小组的团队嘛加入来帮咱民族教会的彩虹生命教育事工。在这个服侍中间，透过绘本这个所讲的故事，来帮助这些细囝，让因的画面会当亲像这个彩虹一般哈林亮丽画面的色彩。但是嘛，看到这个区域学生的需要，所以民族教会甲美国亚特兰大教会这些兄弟姊妹因所组成的短宣队。在这六年来底，来为着这个地区来举办双语的夏令营。在这个包括老师、学生，总共150个到160个这的师生的中间，因为规日的缘故，嘛要有中道堂的侍奉，所以民族教会这方面较无够业，咱凤山教会这的妈妈听到这款的呼声。所以无嫌劳苦，安尼伫这六年内底，因为前几工结束吼，拜五才结束，所以会当来看到因伫这个背后做真好的侍奉，所以伫遮来答应咱所有伫当着无爱兄弟姊妹来说多谢。信义国校是全高雄内底一个真正出名的一间学校，这个学校。是用因的音乐，无论是音乐的比赛，还是无同款的乐器，在因的中间有真杰出的成果。总是伫这个学校的内底，嘛是看到讲，遮尼啊优秀，遮尼啊杰出，遮个少年人，因嘛是伫伊的画面中间，需要有耶稣基督来拯救因的帮助，甲因的救助。所以民族教会伫这几年内底，伫上帝面前领受一个意象。就是五万来看信义国校，成做民族教会的牧区，都一届来宣告上帝的主权要临在伫遮的学生、老师、校长的身上，也通过这款的儿童这个宣告的服侍，按恳求主帮助我帮助民族教会，和刚这个所在，虽望是一个政府教育的一个体制，总是要搁伫属伫上帝葡萄园内底。所以应该爱去敬敬的一个园地。讲到葡萄园，以色列人因真熟悉对葡萄园的认识甲了解，因为诗篇捌安尼见证讲，伫80篇第80讲，讲你对埃及带一丛葡萄树，赶出外邦人，将这个树台栽落去。伫以赛亚书第5章第1至17节，先知嘛安尼见证讲。讲万军的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所以以色列人因嘛常常将这款的上顶葡萄树的上顶来看作是伫因身份的代表。所以伫所罗门王伊建造当时的这个圣殿的时阵，伫因的大门口有12丛用金做12丛的这个金的葡萄树。来镶在刻伫这个大理石的这个门条内底，让这个门，让所有兄弟姊妹安尼入去的时阵，就看到因是上帝所拣选的族类。总是以色列人，当因伫这个迦南地，伫历史的变迁的中间，因渐渐去失去到这个做一个。真正葡萄树所结的葡萄的果子，这款的意义，因未记住了，
因就爱在上帝面前领受这个真特别的使命，甲因啊的啊，遮的啊，互人受祝福啊的目标。所以以色列人伫以色伫当时的中间非常的对乐。后来耶稣基督伫伊宣告的中间，就真正无客气，常常来指责遐以色列人，伫因的信仰、伫因的生活、伫因的各方面的中间，来指出因济济离开上帝的心意。特别伫约翰福音书第十五章，咱今日抄读到的这段圣经，这段圣经是耶稣对当代遐姊妹来说讲到，讲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父是做园的人。伫这个中间来看到讲。讲耶稣基督讲到这段圣经，事实上嘛是倒一摆来肯定以色列人，真做上帝子民，真做一个葡萄园内底主所属属所属的葡萄树。总是耶稣先来讲，我是真的葡萄树，乃是因为伫因的话，准备当时的以色列人的生命的中间，已经离开主的道理真远，因已经未记起到。讲伫伫因个民族、伫因个人个话名中间，因安怎来荣耀上帝名，甚至嘛来撇开奉主个名来到伫因中间所传主个道理个耶稣。所以耶稣就对因讲：“我是真个葡萄树，原本是带来一个足大个一个祝福，总是嘛是伫讲，讲若无结果子个，做园个人就要来散起来。”在那个中间来看见上帝的审判跟他的刑罚。但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很夸口他们是上帝的百姓，如亲像我们现今我们所有在主的名让耶稣基督的听所经算这些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有跟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平平有这种外在的名号，总是没有那种内在那种信仰跟生活的实质，无上帝话名流露伫咱个环境个中间，直到咱犹原嘛败坏上帝个名。所以通过这段圣经，咱要来检视咱，咱伫咱个生命中间，敢真正予这予造园个这个天父，迄款个看重、期待、梦想啊，加迄款啊个啊要求无？我想通过这段圣经，至少有几项事，咱通做伙来思考。第一，咱若要结好的果子，若要结济济果子，可能咱拢会当安尼来讲到一项，就是咱着爱黏伫即个葡萄树枝啊，葡萄树丛，因为咱是葡萄树枝，所以爱黏伫葡萄树丛的中间。咱若无黏伫葡萄树丛，安尼什么都不用说啊。咱若无常常甲伊有做伙的时阵，咱根本都无法度来领出教育的气力、能力、温素甲才调。特别是伫上帝家、伫上帝葡萄园内底做工，咱都确实安尼。有一个小朋友啊，伫早时啊，因为爱读啊，即、這个初中啊，所以拢爱通过考试啊，才会当入去伫因新的学校啊。所以即个小朋友伊国校六年毕业了后，啊，伊就要爱考试。啊，考试要考入去这个啊初中吼、啊、学校内底啊，实在是讲起来讲难啊难，讲困难，讲简单啊简单啊。所以这个小朋友都有一日啊参加这个考试，想讲啊看下买会当去读这个私立的学校未？啊，当伫考了后，伊会坐坐啊来问伊讲啊，你考了安怎？讲考了未歹，逐项拢会晓做安尼，啊，逐项拢有答题都拢会写，啊，总是吼。啊关系到数学啊，就较含慢啊，因为吼，伊敢会晓加加减减，会加甲减啊，乘除法较袂晓，因为较平淡啊。伫迄款安尼九九乘除吼，九九乘法，对细汉背甲啊，国校六年，虽望用到的机会真济，总是啊，伊游玩也都无啥，也真劳累。后来伊拄到一个题目，但遐即对即即讲讲吼，即、這个数学题目吼。有一条哈，叫做三乘以七，七乘以三，爱偌济啦，吼，爱偌济。哦，啊，这个小朋友答，因这次讲讲，我管他三七二十一啊，我都答这个题目写十五啦。我管他三七二十一，我都答这个题目啊写十五啦。
安尼对唔对？啊，伊念出来是对无？对，毋过写出来毋对。基督徒，那亲像安尼共款，咱有真济熟灵的知物知识，伫咱的环境，伫咱的学习的中间，总是要用出来的时阵，作答的答案拢是毋对。因为咱毋知影上帝是咪，耶稣基督，你讲到这段，这个葡萄树、葡萄园的这个比喻的内底，其实有一个足要紧的重点，要结果子，要结济济果子，其实有一个要紧的重点，就是讲爱结连伫葡萄树上，爱结连伫葡萄树上。那中文的圣经讲要藏在我里面，咱台语的圣经翻译真好。讲着爱点伫我诶内底，伫第一节到伫第八节中间，拢总出现八摆点伫我诶内底。所以耶稣基督伫即个短短即几节诶中间，讲恁着爱点伫我诶内底，恁才有法度来结果子。因为恁若无点伫我内底，恁根本着无法度来结果子。所以耶稣伫即个所在苦口婆心，真爱所有。这些以色列人，伊的学生，以及咱现今所有的基督徒，咱拢爱点伫耶稣基督的内底。安怎来点伫耶稣基督的内底？就爱常常甲伊保持真好的联络。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最少拢会用到电话、手机啊。特别少年人，咱拢有真侪使用手机的机会。即卖手机毋是干呐？要听电话、讲电话那点，也都有滑手机、讲 FB、Line 或作者的功能。伫这款的内底，基本上手机就是要帮助咱甲对方有一个真好的连接甲沟通。这个世界，咱拢需要有一个连接的关系。咱唔那有看会到的连接，嘛需要看袂到的连接。今仔日，咱若无有迄款连接的机会，维持连接的关系时，咱就感觉讲，咱是些受安尼受剥离的，哈啊，互人安尼无去关心的，是一个互人安人囥伫厝边的，壁角的，无人伫关心的。总是伫这个连接的关系中间，咱基督徒，咱有甲天父上帝，咱有甲耶稣基督三同来结连无？咱若有结连，恁就知影上帝的心。耶稣基督对咱活命中间迄款的引带，甲伊的看顾，耶稣要安怎帮助咱，是通过伊家己的话语。所以耶稣伊讲我的话，那上帝你的内底，恁就上帝我的内底。当耶稣离开世间了后，要安怎到甲咱内底？除了伊的话以外，以后就赏赐圣神伫咱活命中间。所以咱有信心，成就咱的保惠师，予咱每一摆会当伫信心带领下面、感动下面来想起耶稣基督的话语，对咱的活命中间来带来无同款的意义。第二，要做一个好的一个会葡萄树长结果子的枝啊，咱就爱常常接受这个做园的杯来修正，来生起来。咱不中用、无路用的一个所在，什么款是需要来监督的？事实上，在咱的活命中间有真济的隔离。咱亲像讲赖内底，咱的网络内底，若无连接的时阵，咱就去想想讲是安怎、什么原因无去连起来？有当时啊是机啊歹去啊，有当时啊是发射器歹去啊，有当时啊是中继站歹去，咱都爱去找。有一古早爱前一站，我细汉的时阵有读过一本册，叫做《暗示之后》。伫这本册中间这个主角叫做这个苏秀这个苏秀娟女士苏秀官女士伊伫分享，伊讲伫因家初期伫农业的时代因家无自来水，所以若要来牵水。都要用竹杠，来一扎一扎安尼直直倒起来，安尼倒去到伫因家的灶骹，安尼才会当安尼免逐日伫遐伫抢水、灌水。
啊，伫即个德光诶中间哦，因为一扎真远啊，所以哦，因拢爱倒去整理，爱去收。有一次，伊发现讲因诶水缸内底无水，哇，无水要安怎？所以伊就去巡啊。啊，原来伫滴巡诶中间，毋是亲像以前树叶啊踢着，啊是讲土沙粉啊去踢着，是一只浆子去踢着，伫迄个水缸诶所在，伫迄个德光内底未通啊，所以水就过未过，同款。在咱的活命中间，甲天父上帝这款的连接的中间，有甚物会是一个未通的？可能是咱的罪。咱的罪是安怎？甚物会罪？是咱无法度照上帝的心意去行，咱无法度去达到上帝的心意，所以这就是罪。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伫这个地面上，伊第一项对当时以色列人来讲起一个信息，讲天国君啦，咱就应该爱悔改。天国君啊，咱就爱悔改。迄、那个悔改是啥物意思？咱就爱活倒转来，咱就爱倒来收看麦啊咧，咱就爱倒来整理一下，伫咱甲天父上帝中间的连接到底有通啊无通？第二，伫咱的即款的修正的中间，除了提掉咱遮的罪的问题以外，其实也都有真侪咱真无好的。的思想、意志、观念，咱的行为，咱的行动，有真侪基督徒对伊信主了后，到伊过身，互主提接，伊除了伫伊的嘴，伫伊的心内相信耶稣，来承认耶稣成做伊的救主以外，其他淡薄拢无改变，一点点拢无改变，无有人会当看到讲，当伊伫伊信主了后，伫伊的生命有啥物款的改变嘛无？伊嘛伫伊个生命中间，无有一款即个活命成熟长大的一个目标，甲迄个轨迹。有真侪基督徒讲啊，我都有来做礼拜就好，我都有来奉献就好，我有伫祈祷就好。安尼敢有够业？无，咱应该，就应该爱亲像啊，早时啊，耶稣同咱讲，讲咱就应该爱调用一个圣洁的生活，成做一个有目标，成做一个主所欢喜的人。所以。要监督啥？监督伫你我大家中间，咱的话语、咱的行答、咱的生活、咱的见证，是毋是予人看出你有无同款的人生无？伫彩虹的生命教育内底，有提倡啊正向一二三啊这款啊的讲法，就是要帮助这个啊这学生，当因拄到一个问题时，唔通一困头。就随时就讲有诶负面诶想法，所以拄到一项代志，的确有第二种诶想法。即种诶想法是有帮助伊无？有对伊有意义无？有迄款真积极啊诶激励诶代志有无？第三项，就是当伊有即款诶想诶第二款诶想法了后，就将迄负面诶想法就啊删掉啊删掉。伫咱诶生命内底，毋是简单。这款的负面的想法，一直伫咱伫咱啊的画面中间那点，咱需要有上帝话，成做咱画面积极人生的帮助，和咱的画面实在是定根伫主耶稣基督内底。第三，要结出什么款的果子？真济基督徒，伊想讲伫咱的画面中间，咱的果子都已经都有信心充满。啊，咱就会当来结出熟灵的教行的果子。总是耶稣基督的对学生的心意，伊想的办法是啥？伊耶稣基督对当时学生的意念是啥？所以有讲起啊一段的一个比如，讲有一个家主，有一个主人，伊要出国，所以伊就交代三个啊，遮的啊，伊的萝卜，一个1000，一个2000，一个5000。这个故事的中间，咱拢真清楚，嘛真熟悉这段的故事的内容。总是耶稣伊提起到这个故事，是因为伊看每一个萝卜，每一个伊所使用的人，的确是上帝所看重，的确是一个有路用的人，的确是一个伊欢喜要来使用因、查看因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对人有梦想，有梦想哈。耶稣基督对每一个伊的萝卜，拢有伊的期待。
在马太福音书第四章十八节，耶稣伊伫加利利海的海边伫行的时阵，看见两个兄弟啊，就是称呼西门的彼得甲安德烈，伫伊遐咧拍网。所以因本来是只掠鱼的，总是耶稣对遐经过的时，来对伊讲：“恁来对我，我要叫恁得着人，亲像得鱼的。”所以耶稣来，伊伫招募，就是每对的人拢有伊的梦想。耶稣的梦想是啥？是伫你我咱大家的心中，拢要有看见希望。上帝要大大来使用我。前美国有一群学者伫研究过去伫美国历史上、伫宗教上、历史上、经济，即真侪学术的中间啊，真有贡献、真杰出的人。所以，即个研究的团队，因就将即个人的名字啊，拢来收收的。啊，集做一伙，啊，摕一张足大张的美国的地图，啊，就来标示哈、啊，来标志讲，伊到底因出生的所在点伫对。啊，所以有的人伫遮，有的人伫遮，有的人伫纽约区，有的人伫夏威夷，有的人伫啊，这个洛杉矶啊。不过当因把遮所有的名单拢安尼标志好势了，伊发现啥？讲有足济的真杰出的人。拢对一个小所在出来，迄、那个小所在叫做美国的东北部，有一个小所在叫做 New England 哈、啊，新英格兰的这个所在。啊，伫这个所在，因就真趣味啊，讲是安怎遮济杰出的人，拢是对这个小地区啊来栽培出来，哦，真不可思议啊！因为美国的版图啊人口遐尼济。透讲安尼集结出的人，拢伫因小看即个所在，啊，所以因就去调查。啊，去调查的时阵，调查了后有一个结论，就是因拢真爸母对囡仔的教育，甲咱大部分的遮的是大人拢无共款。因即纽英格兰的遮的爸母，因真侪时阵教育因细囝的方法。就是细囝当因有失措的时，当时有做歹的时，当时有做软弱的时阵，拢甲因讲 ：boys be ambitious, girls be ambitious。就讲恁爱有雄心壮志。即甲咱的教育拢无啥共。咱若囡仔犯错，讲教死囡仔，互你死安尼。总是伫美国因迄个所在，毋是安尼。讲恁。就要眼光放大，在恁的心内，就要有大的志向，在恁的生命中间，要放眼全世界。讲 boys be ambitious， 你要做一个有雄心壮志这款的人。各位兄弟姊妹，耶稣基督对咱每一个人，拢有足深的期待。足深的期待是伫你我咱的心中。有上帝要动工，上帝要亲自来使用。伫近代，日本的教育的中间，伫北海道大学有一个校长。这个校长伊毋是在地日本人，伊是对美国来一个叫克拉克 William Smith Clark， 伊伫1826年出世来到伫日本的所在。来做这个北海道大学的校长。这北海道校长伊伫遐的时间无介久，总是伊留落真好的影响。所以因为因虽望时间无久，留落影响，因为太影响了日本当地的人，所以因就带这个克拉克的校长做一个雕像，放伫这个校园的内底。伫这个雕像的下骹面有一个基座用一个啥？用一个牌写伊讲的一句话。讲的迄句话是啥？嘛是一句话，讲 "Boys be ambitious"。列位兄弟姊妹，其实伫伊的传记内底，伊也都无记录伫这中间。我讲，其中也都有一句话，讲 "Boys be ambitious for Christ"， 讲为主耶稣基督来胸怀大志。各位兄弟姊妹，伫你我咱大家对咱家己的细囝，也是对咱家己的期待，
咱敢捌为着上帝大发热心，咱敢捌为着上帝来做一个足大的民望。迄、那个民望毋是空虚梦想，是咱对耶稣基督来，互咱一个得着伊，啊，得着人，那得着伊即款的期待。耶稣来，伊是要呼召人，伫每一个机会来安怎来为主来做工。我其实伫我28年前对台南新人医毕业的时，我的学校的老师都真深沉，嘛真语重心长，都答阮遮的毕业生讲，讲恁要去的所在，天边海角，有真侪所在，恁想都想袂到。总是恁都爱会记得一项，就是伫学校台南新人医的 chapel 礼拜堂内底，伫顶冠微写一百字。迄一百字是记载伫约翰福音书15:16，安尼记载讲，毋是恁敬我，是我敬你，佮设立恁，互恁去结果子，佮互恁的果子久长伫地，互恁伫我的名，无论对白求甚物，伊就互恁。当时的老师，倒一摆，互每一位新学生要毕业的时阵，倒一摆会当来看到讲咱是受敬的。咱每一个拢是通做耶稣基督的受洗的人。耶稣基督对咱每一个人的心意，就是去结果子。各位兄弟姊妹，咱做一个基督徒，咱毋是干呐讲我伫永生、伫永远的福气就好。事实上，耶稣基督对你、对我，咱拢有一个足深的期待，就是你爱结果子。你若无结果子，安尼。做远的这个天平，就要把伊扇起来，掀落去。你为虾米姊妹？一边是一个祝福，是一边是一个公义的审判。你面对伫这款啊公义的主的时阵，上帝要对咱有足深的期待。愿主帮助咱的教会，伫主的面前来领受伊的查看甲伊的扶持。洪山教会伫今年。已经是148年，当咱的总会庆祝150年的时，我看到洪山教会已经有148年。第148年前，马雅国医生甲伊的助手啊，来到伫咱这个所在，来设立当时的报道所。后来过当天，伫147年前，就是啊，当时。南台湾第一个宣教师嘛，第一个牧师叫做李修牧师，来到伫咱洪山，伫遮来帮助咱来建立教会，来啊起礼拜堂。虽然当时有拄到一寡的啊遮的事故啊，即款的灾难，总是即个李修牧师有缘伫咱洪山教会啊来起做礼拜堂，做翻新的礼拜堂。咱知影讲李修。牧师来到伫台湾的时阵，当伊去到伫每一个所在时，伊拢看迄个地区是上帝工要所做的所在。所以当伊去到阿狗、屏东的时阵，伊就伫遐建立教会；伊去到伫东港的所在，就去遐建立教会；伊去到伫里港的所在，就去遐建立教会；伊伫南台湾来建立10间的教会。伊看到当时的福建人遮的啊学习。学生啊，福建人因拢无读册，所以就决志要伫遮个啊女子的中间来设立学校，来帮助因，也予因会当捌字。这个李修牧师，伊唔啦学台语，伊也都学客语，所以伫客庄的中间的宣教，这个李修牧师嘛带来一个历史上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地位。伊犹阁唔啦看到咱南台湾南部的需要，伊看到咱后山。遮个台东华人的需要，伊个船啊，世代船啊，叫做啊，即、這个教会广播刊，个船啊，细细只个船啊，对啊，即、這个机后安尼直直驶驶驶，驶去到伫新港个所在，伫迄个所在为要将上帝福音来传出去，伫伊个生命中间，将上水留落，予咱成做一个活命见证。今仔日咱爱问。上帝在我的心中有什么样的意思？上帝有呼召你在这个时代
有来爱什么会是伊所欢喜的事无？所以咱讲要结果子，结什么款的果子？来结出上帝当应耕伊的果子。会当应耕上帝名的果子，就是好果子。若毋是应耕上帝名，安尼迄个果子虽望是大粒，总是安怎拍拍内底是烂，是无好食。有一位18世纪到19世纪，有一个政治英国有一个政治家叫做威尔伯福斯哈，这个真出名，是因为在历史上英国的历史上，伊有安那有促销推翻这个欧罗啦，伊有安那来禁止这个欧罗倒安那会当倒伫英国的地区。会当来安尼停止买卖。伫即个停止买卖中间哦，伊伫伊少年的时候，27岁，伫1787年12月28日，伊伫上帝面前写了伫伊的即个日记簿啊，写了伊的见证。伊安尼写，讲全能的上帝未赐予我两个人生的使命。第一个使命就是要废除奴隶制度的使命，第二个使命就是要恢复英国社会道德的使命。这个威尔伯福斯，他讲，在他少年的时候，他就在主的面前拜上，成做上帝的器具。各位兄弟姊妹，他要推翻，要解除这个反美这个乌罗。拢总用几年，46年久，提几届案件入去第议会，超过150摆。伊伫1933年7月29，有安尼伫上帝面前安尼来过身去。当时伫伊过身以前的前三天，就是1833。是1833年，不是1933。1833年的7月27，伊通过伊最后一摆的提案，上帝有来怜悯，英国的议会就来通过来禁止乌罗这个贩卖的这个条例，因为贩卖乌罗对英国当时是一个足大的一个收入。后来当伊安尼废止了后，伊有看到上帝的怜悯，所以感觉讲上帝要使用每一个人，虽望看起来是真无可能，你怎么看起来嘛真无可能。总是若上帝若要用，就要将不可能的事来化作可能。今仔日你我咱大家，咱敢会当倒为主来过什么款的过节嘛？咱的活命中间，你所过的过节是上帝所看重的嘛？咱是毋是常常通过祈祷，常常思考上帝的话，倒一摆来明白上帝要伫我的活命中间来荣耀主的名是啥？至少，今仔日来学习一项，至少你会当伫你的厝内，为着你的家庭来成做一个祝福的器具。你伫你的家庭，予人看出讲你伫教会内底。你伫成做一个基督徒，你的生活果然是不一样。因为你的不一样，就予你的家庭、你的家族、你的同学、你的同事来看另眼相待。这是一个足简单嘛，真无容易的一个挑战，甲一个好调。你若会当伫你的本身来成做一个连接伫真葡萄酒基。就长的金葡萄酒枝，安尼在你的生命中间接受上帝在你活命中间的拯救，一挂遐无合上帝心意拢拯救的时阵，安尼你生活的一切，你的讲话、你的行答、你的思想、你的意念，拢会当成做别人的帮助。你的思想是积极的，你的信心是大的，你的祈祷是强的，你的关心是真实的。你的行答是有见证的，列位兄弟姊妹，这是耶稣基督所爱的款的果子。因为人看到你，就要将一切荣光归伫天父上帝。今仔日咱洪山教会有团宣队，
要去采收车牌，去到伫茶城教会、民族教会嘛，团宣队要去到伫啊两间教会咧做团宣。咱每一个人拢有家己团宣的合场，家己的所在。至少咱的合场伫对，伫你的家庭，伫你的工作单位，伫你的学校，伫你的所处的环境的中间，你会当活出基督的款式。当安尼做的时，你所结的果子会当来荣光天父上帝。愿主帮助咱。牧师要爱咱淡薄一分钟的时间，你目睭揢落来，你用你的手放伫你的心肝边，讲讲主啊，你拣我，是毋是我会当堪予你所需要？祝你怜悯我的生命，有啥物款的目的？祝你留我的气息，是毋是你爱我，都继续来结出下伫你心意的果子？就相信帮助咱，都一拜日子，咱的我，是毋是亲像保罗讲，我担的我是为主来活，求主予咱一个专心的心，专一个信靠的心，倒一摆出发，甲主三顿结连，伫信心大大带领感动的一面，你倒一摆立志，亲像早时的以赛亚讲：“我伫遮，请找我。”全能的主，伫这个时刻，我拢愿意降服伫你圣心锻炼一面，伫主你面前这款的立志。主，我要成做你的奴仆，我要亲像葡萄树枝，真实结连伫耶稣基督葡萄树上的中间。主，我若要接受你对我活命中间的修习，将遐个无好的意念、无好的言语、无好的念头、无好的行答，拢把阮升起来。在我的活命中间，予我通结出下伫你心意，荣耀主你的果子。主啊，我伫遮，恳求主你倒一摆来监察我的心思意念，将你的心大大来享受伫我众人的中间，予我踏出教会大门以外，予人就看出我个人是主你的学生。我来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